起立，敬礼，老师好。老婆，你上课的时候你想咋子呢？老子上课就想下课，你妈的屁！哦，那下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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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下课下课下课，上楼上锤子上手，全部都下课，一个都跑不脱，操 ！Yeah yeah。Yeah， 你好，我叫德宇后勤，把你师傅都彻底抽了，但也无求，所以在学校偷交钱就给你肉吃，味道反正能凑合包头，钱还没赚够。我们食堂的重点是要考验你们的嗅觉，边赚钱边做歪货，我想为自己喝彩，但是我忍了，因为要瞒天过海。只要没人能发现我卖的东西都是贬值，只要学生没有察觉个人变得掩饰，那我就十分安全，接到有黑心钱买钻石。我的欲望是个打机器，脏器是他的电池，反正吃不死人，我说反正都吃得饱，反正我又不在这吃过期的视频直接找了，反正我有保护伞，他们反正找不到我，反正良心不值钱，把它换成金币才值得到。我的利益不够才可悲，继续用鞭子师傅把学生些一个个的推进火堆。就算我被插曲，被学生的家长揭发，现在没正义的下课带就没人把我绝杀，不忍心说出来，发在表面上会有人写查，我就是心都发霉了，你们都拿我没法。下课下课了，下课下课了，下课下课下课，喊你下课。嘴上挂到未来，但只想现在，闭上眼看到的全部是财富，一直都是不稳定的两面派，一日三餐吞下致癌物，啥子德语好请，彻底够清，受资管月底好收入，业务接起就行。名校给不同大小的脚山套一样的型号，服从过后被锁在同一个频道，地方名校级别，畸形的规则咋会懂零到一百，不公平来了好押韵，听话就行，不用找差异，这只是一个小花絮，给你们配一副老花镜，背书背成书，喂猪喂文书，这种问题存在不只会误会成都，最低成本的吃饭穿，默默的接受就像个吃顿面摊，让他们反抗好比吃面摊，所以名字才会叫做实验班。要测试挑选教学闹热是消遣，规则一边弯腰杆一边在道德制高点，他们的口气只会更大一些，这三年坑完了再坑下一批。哈，下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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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